多少钱一份了？这上面有价格，10块、18、15、12的都有。榴莲怎么的啦？榴莲的最贵啊。没钱就顺便给你扫一下，下次要带钱，这边。
钱都收现金。谢谢。没钱你就顺便了。我来四川嘛，可以吗？好，你先买单再拍好不好？好。我的不要辣。Thank you.